哎呀，姐姐，今天没见你见过没错。人家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是家里很有准的，你今天不过来了。那是不是不来？难说话吧。这伙计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嘞。我是没想到你给侄子整了。啥事儿？你说从咱们小食堂成立到现在已经挺长时间，也就十来天了。你说人家一直就是干活帮忙，你说怎么的？实在不行，那就刘姐回了要嘛。你知道这刘姐回了家，你这有准有拍的，你能忙过来？就是呀，是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姨娘，就是也忙不过来。你忙了，这刘姐啥想？哎呀，那两天姑奶都你们的事儿了，我只是个小学下来了，我只是个低头到刘姐这个问题，这不是我一个人拿不了主意，我说问问你。你不行给姐挣点工资，老这么帮忙也不是个事儿。哎呀，挣工资我能给起了姐，人家以前在那边可不少挣，一个月挣好几千了，这我到哪给人去挣好几千去？我一个人挣不了好几千。姐姐，我看你要么再问问这刘姐，看看人家到底啥意思。人家那个店不是开呀，人家旁边回去当老板娘去。啊，就是，我有的想过，就是吧。跟那几个电话。你家那是厝里头坐的吗？坐着咋定劲呢？坐的的，坐的鱼饺啊，坐的素啊，去。哦，那你那一个能忙哪过来？那么厝里头有个自然呢，哎，啥不行，叫他帮帮忙。哦，俩人岁数大了，其实也少做事点儿，就吃就行了。就是少做点儿。啊，俩做事关键，俩忙来不过，也不行。这搞的精的，哎呀，你这啥呀，回族？你看搞的精的，人家这，哎呀，做的真好。咱们今天包食去两楼，两楼就是和你说。先说这喝什么？哦，我人家不就拿出来。他们辛苦做嘛。爷爷，这自己落得慢了。那天你妈是结婚了？还菜吃。昨天那啥结这个姨。哦。我听你爹的姨妈啥的还是。你给我错了，呀妈，还有，你那位置搁这错啊，洗热了，你这搁这一难，这不是咋的？洗热了错的，哎。哎呀，嘿嘿，你真是个好嘿，一来就给注意。你错在这儿，错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人黑黑的是个地方的女人是个哈。今天不是也是刘姐拿去了。人家今天刘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很有准的，今天不过来了。说啥个事啊，我估计啥。说了什么来。哎呀，你看看什么事啊。六楼，还有，六楼，三楼，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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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，
有保险的。大部的，二部的。有孩子的。我去搞个。哦。这有那个好保险的，你们多注意点，身体，反正是主要是还得注意，这话吃的玩意儿多了。你们觉得今天这个伙食咋地个？玻璃饺子，我太热心了，我在这做个，哎，别上火。最好吃了，你看。嗯，小酒。也过的。对。问，一点点不进到这说。对啊。说吧，反正是，今天有一对儿，哦，有一个不一样的花样，我看水还没有去。